黑秀不认真，正妹控男友性侵。宝贝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不认真？你怎么这样问？因为有个正妹跑去警局告男友。嗯，告什么啊？她说男友黑秀不专心，就告她性侵。这也可以告哦？还告两次，说十天内做了很多次，但有四次她感觉被当成泄欲工具。是直接霸王硬上弓吗？她是说男友前戏 OK， 可是做到一半表现不好。你上班很累的时候，那几晚表现也普普啊。也是啦，她男友强调没有不认真啊，可能之前她和女友巧遇前妻大吵一架，这样就不爽要报复我？或许吧。没关系，老公你还是最棒的。不过你怎么知道那个女的是正妹啊？